我们要撒野好吗？他喝醉了，他喝醉了，他喝那个傻瓜酒喝醉了。乱说话。哎呦！这个怪兽这样打他就没事啊，莫莉，对啊，你要去打他就好了。感觉越碰越有危险。这里是什么啊？啊，先走好了。我是侦察兵。你侦察兵和傻逼？侦察兵吗？好多消防啊！侦察啊，按错了，没关系。哎呦，这里也有。融合石，要挖要挖要挖，谁顶过了吗？跳过去挖，那里也有消团啊。好，挖挖挖都挖，我还有一小颗，听到鬼在叫。哦，我看到了，是自爆虫，等一下。哎 ，Mori，Mori， 就在这啦。哪里啊？到了，那太远了啦。也要存存存存存，这里也有巧克力。哦，哎，你是你已经挖不动啦。不是，你可以捡地上的啊。有有，我捡，我捡。挖不动会掉地上。好，听说彩彩偷玩很会哦。没有，我没有偷玩。正大光明的玩。对，而且我玩是另外一个职业，我没有动这一职。你玩哪个职业啊？你那个职业。哦。怎样有比较好玩？好难哦、喔，对不对？没有，我还是喜欢盖我的炮塔。对啊，你那职业超难的啦，而且你的机枪会过热。对啊，所以我不能挖过头，你知道吗？要打过头。可是你那一只又是输出角，而且我每次都是挖掘挖最多的、欸。为什么？我每次都挖最多矿的。会挖。繁星适合当农夫。哎呀，旁边就是了，这边有莫林石，下面也有消团。你们刚刚经过融合石没挖、欸？我们瞎了、啊。我们留给你啊！哇，我差点想说我们回来再挖呢。表现啊，回来没时间了、啊。哦，好上面哦。还好有彩彩在啊。什么东西？我做了什么事？还好有你在啊。哦，真的、啊！我才能挖上面的莫林石。好、哦，毛毛虫，好可爱。这里好多。我出土啦。对啊。上面有的哦，莫林石有声音。融合石也还缺。哇，这个下去。后面有虫虫哦！哎、欸，我有加伤害哦！空中杀！不行，我觉得好暗，我受不了了。你又差失败了，它、哦、掉下来了。哎、欸，为什么它都粘不上去？好扯、哦！是不是这个不能粘啊？嗯。上面莫林只要挖到。可是你看它现在插到了、啊。可能有些地方怪怪的吧。真的，我也觉得是我问题啊。补充哎，我要去哪了？哇，什么我的发？怎么了？那里有一只虫虫。繁星加油！悠悠，那个前面有洞哦。谁可以过来帮忙捡一下？我挖满了，我都把它弄在地上。我捡在地上，哪里呀、啊？应该在那个我那泡棉平台上面。嗯、泡棉的平台，你看到黄黄的东西。反正在你家鸟是不是？对，怎么了？超吵对不对？很激动哎、欸，很超级吵的，超嗨的，心情很好。一开始我爸还很喜欢，后面就觉得他很吵了，久了有点烦。因为原本就是他同事在养的话，就是因为太吵，说不想养。那我爸就说好了，那什么鸟啊？和尚啊。哦。我们要去哪里啊？往下。你们在哪里啊？
巧克力的。我在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看一下。哦哦哦！挖一个洞过来，可是感觉好像它好像绕一圈，我不太确定。哇！是绕圈的吗？嗯。没。应该是吧。对啊，我们刚刚是走左。等一下，等一下，莫林斯。有漏是不是？这边根本挖不会挖到啊。回头路。那大家都瞎了，没看到，就这样走过去了。哎，这样的话应该还是继续走这一条吧。这里啊。这是什么？真的吗？融合石。哦。我们在下面啊。啊？下面还没挖过啊。还没挖够啊，没挖够就走。再有一颗，有一点迷路。Over here. 哇，好深啊、哦！这里是没走过的。哎，存个矿哈。这有黄金、欸。前面有超多莫林石。这边也有那个。这边挖完，感觉应该就够了。还有消团哦。好。挖矿。还有什么？消团跟莫林斯在这。让我上去呢。莫林斯满载啦，有没有帮忙拿？来啦，上面还有一点啊。莫林，一起到位。Swarm detected. Get ready. They'll be with you shortly. 哦，侦察兵在混啊。嗯，没有。侦察兵想回家了。他已经想家了，他想坐那个舱了。还差一些，来了来了，还是差一点点。哎，去死！阿蛇阿蛇阿蛇，小心躲，小心躲。你骚屁呀！我在里面，等一下。我没有骚你啊！没有，吓死我！是这个第四，这是地狱，抱歉，地板，对不对？后面一只大只的巧克力，哪里大只的悠悠？吃斧头，一只又一只哦，炸死他！我多放一颗，有牵线的。什么？那个亮亮的？那都会停线。我不小心多放一颗，我们要远离那里。那里有 C 爆，你们小心啊、哦！有敌袭，跟我讲，我就马上引爆。有了，你这边有一只， okay. 你那边有一只。哇！弯下去。没有，干掉，干掉，干掉。小心哦，下面有那个毒。我不知道怎么上去了、欸。你在哪？你在哪？他掉下去了。那里，我在這。哎呦呦呦呦！不是啊，有人把他打碎了，我根本跳不过去。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是这样过来的。我刚刚有跳过，我也是这样跳过来的。是吗？可以啦，不好跳、欸，你没那么胖、啊。是不是？你身轻如燕啊你。我觉得我等一下跳过去他就碎了。太夸张。真的。还有一丁点啊！我去挖。可是我刚刚瞄那边有一个洞啊，还是我记错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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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拿了这些就够了。可是融合师也还缺，还缺一颗哎、欸，还是要走那里啊？对啊，就缺一颗、欸。莫里斯也差一点点的，也是可以。我去919那吗？要走那里吗？好、啊，再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融合师跟莫里斯。啊，不用钱啊。尤其是融合石就只差一颗，对啊，因为融合石都六的倍数啊，这里就刚刚就来过了，刚刚那了、哦、啊，敲他看看，你有没有消团？还会有，哇，一堆消团，消团。黄金混销团，这里人那么大，说明我们有遗漏。感觉好像一直在绕圈圈。嗯。都是黄金。消团。那没有一只哎。迷失在人生的道路之中，找一找，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了。我拿到莫林石了、欸。对啊，拿莫林石，还是就不管那个了，直接存了。你说融合石吗？对啊，可以啊，找不到啊。哎呦，草莓！啊，呵呵，来存一存，应该就够了。不够。嗯。差三颗哎、欸。嗯。这里感觉是没路啦、啊，再来就回去了。有可能回去那里有另一条吧。来来来，补补子弹。要回去看看吗？嗯。可是，回去的路怎么走？这边吗？好，跟着我们的局走。侦察兵，回家的路。侦察兵，侦察兵终于要表现一波啦！啊！第一句话，这里是哪里？怎么会呢？我拿到黄金欸！我也拿到黄金。哎，暗藏第一黄金，关键就这里啊！这里很大，你要找到正确的路，真的吗？我觉得侦察兵完全凭着自己的直觉。嗯。啊？怎么了？哎呦，好像走对喽，好像很厉害哦。本来就是这里啊。你是闻到什么香香的味道？什么香香的味道？晚餐的味道。闻到吃的味道，往这边走。放个烟火。等一下，那里会很难走。没有要走的，没有，所以一开始另一条路就可以了。回来了，这里有吗？看看这里，找一下吧。这里很难。任何一点点莫林斯都可以。哎呦，对不起，吓死我！我刚好奇敲了那个虫一下。你看这个地狱关卡就很讨厌啊，莫林斯就怪怪的，直接喷我满脸。
对，那个会爆炸。确实这里也没有，是不是？没有，没看到。啊？啊，抱歉。没事。可以的。我不知道啊，这关地图这么大，247，这也太过分了吧！抬头。哪里漏掉了吗？247。只能再走一次了。再走一次吗？结果你把刚刚这边炸爆了，哇！你就说了吧，我很难走。好烫哦！说不定炸爆之后，反而就看出来了一些什么，对不对？可以啦，没有哎、欸，去对面看看的嘛。这里，哎，哦，我直接钻过来，哇！大家努力四处找找。有没有？哎、欸，有一条往下的路我没有走过吗？那这是我刚挖的。巧克力把它弄成这样，我们怎么走、啊？那只是让我方便下来嘛，你可以顺着原本的路，你就当作没有看到就好了。哇，烧成这样！哦，你说那个、哦，嘿嘿，嘿嘿，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再回来啊。改变，哎、欸，看绕一圈了。完了，你们在哪里啊？你怎么在上面啊？我妈刚跟我讲话。哦。哦。那个，繁星去找，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好不好？没事没事没事，到了到了。只要能够找到不同的路。干嘛没有不同的路？不要咬我！乖乖乖！你们这边有走过吗？有，那边地上都很多亮亮的。我就得看地上的。如果真的不行，就只能放弃。对啊，这里也没得其他挖、啊。Wave is almost over. 怎么会又少那一点？感觉往下的路回到这里了、欸、说明最大的那矿洞有没有抬头说不定就找到一点点有最大的矿洞吗就最下面这里我们遇到了、欸什么遇到啊？有遇到彩彩，遇到了彼此啊！哦，没看到哎、欸，到处都没看到，绕了又绕，地上都是我们的荧光棒。哎、欸，我是觉得这里最有可能啊。救命啊！好酷，好酷！这里还有一点点残留，可是应该也不够三个。
先挖再说。嗯。0.1，零点一。对啊，哎、欸，局你也照亮了嘛，对不对？嗯。我想说这里最大，最有可能。看一下哦。哎、欸，那边是不是还能再下去啊？哪里？那个巧克力那边，往左走。他们在哪？往左。巧克力。你要我直接挖吗？嗯这里是地图。我这里下面是哦，怎么地震呢？天哪、啊！地板要裂开啦！可是这里还是局，可是这里是我们之前也是走过的，就左边这里。那边再下去会什么？哎呦，反正哎，我找到融合石了、欸，在哪里呀、啊？倒了。就这样子，融合石是够了，就差莫林石。对，说不定这里会有。附近看看。你们是怎么相遇的啊？天哪、啊！我，没关系，我们这边速战，我先存存看，看看有没有机会。不行，一定还要再找到一团的莫林石。哇，我们没来过这里吧？哇，对啊，这里感觉没来过哎、欸。我居然找到你，没来过啊，那就是希望了。那很烫，那很烫。啊，柳暗花明又一村，有，前面有莫林子。对啊，这里没来过。有，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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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哇，自己要被烧死啦、啊！你小心，你不要来，你不要来，你回去。我们可以走上去再存吗？可以。我们先走到最上面再存好了。走了。走上去再存。Go. 你说最上面是不是？对啊。还是直接按？啊，你已经存完了。没有，这还可以走，还可以走，还可以走。啊，先走。我怕来不及上去，因为刚路有点乱，感觉蜘蛛会过来。来了。果然来了。是。哟，不打冲冲。九。怎么跳不上去？跟着狙动子动。动子动。喂。啊，这地狱关卡真有够累。超讨厌地狱的，所以刚刚应该就是有走过去，然后又回头了。对。感觉可以了吧？要让他过来。叫他过来吗？叫他过来啊，顺便补给仓一下。但其实我已经有点迷路了、欸，所以我才想说再往上走。因为他也会带路啊。Whoa! Everybody collect ammunition! Yeah! Much better!